到瑞典的机场，然后就发生一件非常悲剧的事情，就是我的外套留在飞机上，不知道找不找得回来。不好意思，机校啊，各位，现在带大家来参观我们三天两夜的住宿。这样子一看过去就没了，各位不要怀疑，是这样子的，我真的以为会有两张床之类的，结果真的我不是这样而已耶。我的行李要怎么打开？可是厕所还行，厕所。可是这个有一个大电视啊，虽然很意义不明。我真的哎，我们现在要搭公车去买我的外套。瑞典的天气很奇怪，它有大太阳，然后又大下雨，超怪的。大家，我买完全套 Uniqlo， 身上的外套也是 Uniqlo， 皮带也是 Uniqlo， 我什么都没带，在这里买，超贵。前面这个就是国王花园，国王是什么平民花园吗？平民。我们就在里面了。我在 Google Map 看到有一个西洋旗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结果我找不到，所以看到这个大喷泉，其实也不错嘛。这好像就是国王公园的国王卡尔，对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了，然后就出大太阳。晚上要吃朝日火锅，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的这样个人锅，很难得有。这个肉跟菜都是可以自己去拿，然后吃到饱。还有这个酱。我们吃完火锅了，我觉得那一间火锅的重点就是 CP 值非常的高。这里的 Seven 真的很像台湾 Seven， 过一个转角就是 Seven。我们已经逛了第三家 Seven， 但好像里面卖的东西都差不多。这间是一个适合快乐肥宅的旅馆，电视超大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早安。我现在要去搭瑞典的地铁，他们地铁站每一站都很有特色，然后都是有设计师设计过的。给各位看他们的地铁站就是这样，超美的哎，超有设计感的。这个是火车站那一站的地铁站。等一下再看这个国王花园的地铁站，站有这样子涓涓细流，哎，好可爱哦。这一站有一个雕像，然后给大家看上面。哦，上面有一个解剖人，我觉得那个火车站的比较好，这一站比较普通。它的电梯超可爱的耶，这是滑雪。对啊，我们在那个瑞典观光客吃早餐。大姐点肉桂卷，瑞典肉桂卷好像很有名，大家试试看好不好吃。我点的是蓝莓卷，大姐的这个肉桂卷，她说没有很重的肉桂味，普普通通，对，还可以啦。可是比我们在西班牙吃的肉桂卷更有肉桂味。对，我这个超甜，超黏，可是还不错。这是好像是啊，没吃到那边的，我才吃到那边。结果这个上面是坚果，这个坚果超好吃的，它坚果味超浓。那里有人在钓鱼耶，希望他可以钓到挪威鲑鱼。左前面那个就是瑞典的市议会，然后它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岛上，它叫做圣灵岛。大家有看得出来吗？它就是真的自己一个岛，过桥才过得到。他刚那个人在这里钓鱼其实是合法的，因为他真的在欢迎你钓鱼耶，可以钓这么大，钓鱼，而且真的是有鲑鱼耶，还有鲈鱼。要大家近距离观看市议会。赶快听一下那个导览在讲什么，他就在讲西班牙文啦、啊。现在才发现，来左边是英文团，我还是被听西文的，超北七的。前面这个就是斯德哥尔摩的王宫，我现在到王宫的正门了。刚刚那个应该是王宫的后门，长这样，一整个广场，然后这个应该才是王宫。刚刚那个售票人员超好，因为他别忘记带学生证。对，他就直接说 OK 啊，比比比，然后这样子就只要90，那就差了一点钱。我们要开始参观王宫内部了，我觉得上面整个设计很好。
区超闪亮亮的，里面我最喜欢这一个王冠。大姐说这个的椅子屁股座位太小，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登基的时候坐的。王位这里展示了各国的王室的徽章，泰国也有皇室，有韩国吧。目前泰国荣登我的第一名。这里就是国王他们吃饭的地方，有人可以帮我们解惑一下这个？因为每个人手上都拿一个很像纸老虎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中间还是准时的，现在真的是11:13。这皇宫的椅子屁股的坐垫也很短，左边是原本皇宫长的样子，然后大火烧掉重盖之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就我们现在逛的这个，那个时候保留的好只有最后一座城墙，好像就是这个，最后这一区是吧？这里真的感觉得出来是旧的，因为它的地板就是木地板，跟刚刚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最后一排好漂亮哦，超像要去结婚的。给大家看这个巨大汤匙，他们吃一口，应该大概吃了10口就饱了。结果我最喜欢的这个走廊，竟然是一个 gallery。那前面第一个人要怎么跟最后一个人上抢后？还用吼的？其实这里的房间很像婚礼的场地的地方。这里就是瑞典的老城区，然后那个是诺贝尔博物馆，它里面就是在展示各个诺贝尔得主，但是我没有研究，所以我就没有进去了。然后这一片墙就是网美墙，很多小红书的网红都会来这里拍。我们现在在老城区的一间店，这里超可爱的，这是第二间这种小店，他们老城区超多小店，那里都超可爱的，想要全部打包回家。我们问店员说这是马代表什么，说是以前那些对没有钱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木雕一只马送给自己的小孩当做礼物。真心觉得瑞典真的很会卖纪念品，他们卖的纪念品都超好的。我刚刚又再买了一个帆布袋，因为他们都做的就是很实用，就是你可以用得到的那一种，不是那种摆饰用。午餐我们打算要来吃瑞典肉丸，这边是沙拉，都是自助式，然后吃到饱，爽。我们的餐点来了，肉丸看起来超好吃的，来这个肉丸超好吃，而且马铃薯也超好吃，超黏的，连大姐都说一百分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我们到了下一个景点，骑士岛教堂。它长得跟一般欧洲教堂真的很不一样。这个教堂也是在一个岛上，叫做骑士岛，所以叫做骑士岛教堂。这个是哥德式建筑，我觉得它长得很像哈利波特里面会有出现的学校之类的。各位，这个休息区就是给大家休息，看这个雄伟壮丽的教堂，超旧。我们现在要去靠近那边的海边坐着休息 chill 一下，有多少休息的经验？我们这个行程就是在 chill 一直在休息。看得出来这个太阳洒在这个海上吗？超美，波光粼粼的。我们早上买的这个24小时的 travel card 竟然可以免费搭这个渡轮。前面就是游乐园，酷的，有人要飞车。我们知道这个是动物园岛，给大家看这个排队人潮，他们全部都是要去那个游乐园的，超夸张的。这个就是北欧博物馆，但我们都还进去，因为它已经快要打烊，太晚，现在已经快5点。
们现在要等轻轨，然后去其中一个红线的地铁站叫 station 的，那个地铁站好像也蛮漂亮的。我们到这个 station 的线的地铁了。我们现在要来逛这个市场，这个巨大里面，这个太夸张了，这感觉不错哦。我明明才刚吃饱没多久，这条鱼超大哎，它搞不好比我还要高。我们要来吃这间甜点店，好像蛮有名的，瑞典人自己也会来吃的。我点了一个 princess 蛋糕，它外面就是杏仁糖衣，我觉得超好吃。他姐点一个，他本来要点肉桂卷，结果我那个没了，然后对店员推荐他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里是塞格尔广场，然后这里有个超大的 shopping mall。我们找到塞格尔本人了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塞格尔是谁。我们现在要回去我们的旅馆了，大家晚安。